我们录影放了没有？有啊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拿什么手掌压着什么之类的，再一表示。不要，我可以这样使。我们手在这边可以使，我们手压在这边可以使。对啊。都可以使。那另外跳，可能待会跳回主画面，看一下是 enjoy 吧。哦，主画面。待会主画就是 enjoy 的这个系统。哦， enjoy enjoy 系统。就一般。一般 enjoy 系统，还可以再跳出来，他就看就知道是 enjoy 的这个系统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用这个手也可以，手也可以，啊笔也可以，笔也可以，还有这个这个是五点的，啊用这个是五点的手五，这个手五点的这个。你看，我还是保留五点，第三是，我们看这边一点，五个点。啊，五个点。就是我们不会，我不会，不会去糊弄人家。嗯。所以我们五个点就是五个点，哦，这个四个点加一个点，五个点这样。啊，因为这个电容跟电子都是我们写的，啊，这个打就是单点，而且这还有压力，压力这样。那我可以再回去试给他看那个。嗯，不用，你这个来看的话，这边哈，我拿新键这个，你看他这个写有压力。哦，有戏有出，有戏有出。啊、那我把戏变化，这个变化变大一点，这个把它变小一点，这样。你看这个就可以做到很粗很细。哦。哦啊，这个就可以这样练习，我们可以画图。哎、欸，这个就很厉害、啊。这小学生最学生最好用的小学生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可以改变一个颜色。哦，这边还可以画几朵花在上面。就是这个就有，这个会有出有戏这样。对对对对。昨天晚上。啊，你他看了这个影片之后，你看这个打开看大不大，如果不大的话，你就赶快传给他看这样。我的 focus 在这笔，我笔头 focus 一下。笔头一下，笔头，那把我们进入那个绘图的地方，进入随便一个绘图的地方，我把它新建一下。你看我笔在跑的时候，它会跟着跑一样。啊，我手在上面也没有关系。好吧，我也可以这样写，你看我的手趴在这里写都可以写、嗯，这个是重点，而且笔倾斜也可以写，啊，倾斜也可以写，你看这个倾斜贴的也可以写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都可以写，对，啊，这个压住也可以，压住也可以写，压住也可以写啊，压住也可以写，对啊，好、哦，那这样应该 OK 了，阿、啊、弟我说你。啊你